伯父，长生这儿的点心做的特别好。姑娘，你今天叫我来，不是简单的让我喝杯咖啡、吃点东西的吗？伯父，你怎么这么说呀？那锦溪是我的朋友，你是他爸爸，我请你吃点、喝点，不是正常的吗？上一次你是不是故意把贺锦溪的信息告诉我了？伯父，你忘了，上次是你主动问我锦溪的情况，我才告诉你的。 你这么说太伤人了，哟，当面说谎话是吧？否认是吧？那既然这样，咱就没话说了。就你这点伎俩，在我面前嫩了点啊！哎，伯父，别发脾气啊，有话慢慢说。你先坐下，你先坐下再说嘛。行，我这个人呢，不喜欢绕弯子，有什么话直接说吧。伯父。 上次我不是跟你说有关锦溪的情况了吗？那我明白了。你是想问我那次跟你分开了以后，后来我对锦溪做了什么，是不是？行，姑娘，你呀够狡猾的啊，也知道怎么利用人，知进退。哎，我要是不看你这张脸，就听你这声音啊，还有你这个身形，我真怀疑呀，你才是真正的贺锦溪呢。 真正的贺锦溪，伯父，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啊？那贺锦溪是假的，是假的。啊，虽然我不知道你过去是干什么的，你为什么针对贺锦溪？我看在你帮过我的份上，我告诉你，顾家那贺锦溪假的。苏云溪那个小贱人怎么好端端的让这个老家伙发现了？ 以我对这个老家伙多年的了解，他肯定是拿到什么证据了，不然不可能会这么嚣张。不行，我得想想办法。伯父，既然话说到这个份上了，我也不想隐瞒你了。我是针对贺锦溪，那是因为他抢了我男人。 你男人要是有钱的话，他肯定抢啊。我就是想问问你，你是怎么知道顾家那个女人是假的？行，实话告诉你吧，我拿到了贺锦溪的 DNA 检测书。DNA 检测书？我第一眼看到我就觉得不对，后来我动点手脚一检查，哎。 真跟我想的那样，我就是不明白他为什么非要扮演贺锦溪呢？伯父，你看着我干什么呀？你都不知道，我怎么会知道？你看那份检测书，能给我看看吗？你想干什么？这可是我财路啊！姑娘，想多了吧你？伯父，我就是好奇，好奇而已，是你想多了。 妍希啊，我刚才看到一个裙子特别特别好看，你就说我有个问题哦。难不成他们俩联手了？你说什么好呢？嘿，妍希，你有在听我讲话吗？没有啊。那我再给你讲一遍啊。走呗，我们换一个地方吧。 看什么呢？嗯，没什么。哎，妍希，你拉我来这里干什么呀？微微，对不起啊。不行，这次说什么都不行。微微，我今天真的有急事儿，我改天再陪你逛街好不好？你有什么事不能跟我讲啊？现在还不是时候，改天我一定一五一十的告诉你，好不好？这样，我下次请你吃饭，向你赔罪。 各种大餐随你选，顺便陪你逛个三天三夜。当然，今天微微女神我真的有急事，对不起。好吧，不过你要记住你说的话，一言为定，骗人的时候，一言为定。好，那你先回家吧。啊，去，大餐，别忘了啊，大餐，别忘了。柱子，柱子。
哎，谢谢您今天请我喝咖啡啊，伯父。哎，就算您对我有看法，你也算我长辈，让我送送您吧。哎呀，你个送送啊！那行，走吧。 爸爸就住在这儿啊。贺锦熙到底跟他说了些什么呢？你现在想知道吗？你们说些什么其实不重要，反正结果只有一个。说说看呢？你不会让我好过的。哎呀，才几天没见，你进步真的很大。我的好妹妹，作为你的亲姐姐，我是不是应该为你做点什么呀？难道你之前所做的一切还不够吗？ 你为什么要让爸爸来威胁我？没有什么为什么，没有用的棋子就要尽快清理掉，不然他会成为成功道路上的绊脚石。现在你就是这个绊脚石，但是如果你现在愿意带着妈妈远走高飞，彻底消失，我可以考虑重新放你一马。不可能，我爱西城，不管发生些什么，我都不会再离开他。 那如果是顾西城自己不要你了，讨厌你，害怕你怎么办？你为什么要这么逼我呢？是你在逼我。到时候我们怎么说的你不会不记得了吧？现在是你勾引我男人，你还要质问我，你到底要不要脸？除了让我离开顾西城以外，不管提任何条件，我都会尽力满足你的。你能给我什么呀？你现在拥有的一切都是属于我的。 满足我，我现在最想你满足我的就是立刻去死。你能满足我吗？你就让我去死？贺锦熙，我们两个从小就分开了，长大之后第一次见面就开始威胁我，用妈妈的命来威胁我，逼我替你嫁到顾家。我是你妹妹，可是你什么时候顾及过我的感受啊？ 嫁进顾家之后，你让我做什么，我全都做了。可结果呢？顾西城他不爱你，今天这一切不都是你自己一手造成的吗？苏元熙，我真的是小看你了。你居然可以把这一切说得这么顺理成章。你给我听好了，顾西城他之所以爱你，是因为你叫贺锦熙，而真正的贺锦熙，是我。 你疯了！站住！既然你这么有自信，那到时候我把那份 DNA 检测报告给顾西城的时候，你应该不会过来求我吧？这些真的是你自己一手策划的？对呀，那又怎么样？这只是刚刚开始而已。 而且一开始我就改变主意了。我现在决定，就算你现在愿意放弃顾西城，我也不会放过你。贺锦熙，你还有些什么下三滥的手段，尽管冲我来。
但是你不要再伤害我的家人了。从现在开始，我不会再逃避了。 进来一下，顾总。明天早上8点，让这个名单上的所有人来我的会议室开会。 行，我知道了。等等。 夫人呢？哦，少夫人，她说和朋友出去逛个街，一会儿就回来。出去逛街了？跟谁出去了？这个我还真不知道。好，我知道了。嗯。哎，少夫人，你回来了？哟，回来了。你今天怎么回来这么早啊？我回来早就是为了陪你啊。你干嘛去了？怎么看起来那么累啊？ 今天确实挺累的。有些人还自称自己是宅女，但是只要我不在家，他就自己偷偷出去玩。嗯，是不是你？啊，那好，今天真的累，真的累，不闹了，好不好？那累了，上去早点休息吧。好，上楼歇着吧。喂，喂，我让你做的事情做的怎么样了？ 另一件事呢？常副总确实在此前有跟几个部门部长接触过，其他的没什么发现。果然被我猜中了。另一件事呢？按照顾总的吩咐，我已经安排下去了，明天都可以准时参加会议。好，按照原计划进行。 怎么了？不是说累了吗？怎么不去休息啊？其实我最近都有一件事情想和你说。我就知道你有事要跟我说。什么事儿？说吧。我家里最近出了一些事情，需要一笑一笔钱，可是我没有。钱呀！我还以为多大的事儿呢。多少钱？跟我说，我给你。 100万，如果你觉得不太方便的话，没关系，100万。正好咱们结婚之后啊，我也没有送你什么东西，没给你买什么礼物，你呢，拿着这个钱，去买点东西，拿着，拿着呀。 谢谢你，跟我你还客气，上去休息吧。志成啊，那份签名书。
你敢确定是你手下的员工自愿交给你的吗？当然。很好，只要那份东西是真的，我就对你充满信心。啊，人都到齐了吗？是的，顾总，人都已经到齐了。联名书谁的提议？好，今天要是没人给我一个交代，那么从明天开始，在座的各位以及你们部门所有的员工都不用来上班了。顾西城，我看你是不是疯了啊？你知道你刚才在说什么吗？是，你是想玩，你自己回家玩去，别拿公司的员工开玩笑。李朗，你不要激动，冷静一点，因为不管你说什么，也影响不了我的决策。你，顾先生，你别看你人五人六的。你们顾家就是因为出了你这个败家子儿，你奶奶到今天还在为你受累。好了，李老，你现在年纪也大，该回家休息了。来人，请李老下去休息。你们想把我怎么样啊？我看你是反了你啊，顾西城。你心里还有没有我？你还有没有我呀？你哎，你们对我的李叔叔轻点儿。你，我顾西城，我看你是反了你，跟你没完。好了，现在清静了。有人想说话吗？我觉得你不配当神龙的领导人。说得好，继续说。你只顾自己玩乐，不顾公司的大小事业就罢了，而且我们在开展工作的时候，你只图自己爽快，耽误公司项目的整体进程。而且好了，你别说了。会议结束之后，带着你部门的人回家。什么？你说的的确没错，我是一个只会图自己爽快的人。但是你别以为我不知道，你们部门连续三年的业绩不达标，就这个月，你们跟丢了七个项目，谈崩了三个。我为什么要留一个只会吃饭而不会工作的人在公司？还有谁？你今天收拾东西的时候有没有看到一个手镯啊？没有。你再想想，银色的，很细，这样扣着的。反正我刚刚收拾的时候里面没有。你全都找过了吗？我找过了。哎，要不一会儿我去洗衣房的时候再给你找找。洗衣房？哎，我去。哎，少夫人。哎，少夫人，别找了吧，还是我来给你找。方叔要是知道了，那他准会骂我的。少夫人。哎呀，找到了，终于找着了。我去。哎，露露啊，这怎么这么多袜子呀？哦，这袜子啊都是少爷他穿过的，马上就要扔掉了。扔掉？嗯，这些袜子看起来都很新啊。我们家少爷他有洁癖，穿过一次的袜子他不会再穿第二次的。全部洗干净。啊！苏妍希，苏妍希，苏妍希！我让你生气，让你这样跟我说话，让你生气，怎么不去死啊？我
你不会让我下地狱，就算我下地狱，也会带你一起去。 是等半天了，你在哪儿呢？我在这儿啊，你在哪儿呢？哎，这，我要东西呢，来。那我要的东西呢 ？DNA 检测叔叔吧，忘家里了。 行，先把钱给我，我下次跟你带回来。你是打算自己回去拿，还是我跟你一起回去拿？你敢这么跟我说话？你要是敢打我，就把他撕了，大不了大家都不要好。行，你跟我走，我带你去拿。 如果感情会挣扎，没有说的儒雅，把挽回的手放下。镜子里的人说假话，违心的样子，你决定了吗？装聋或者作哑，要不我先说话。 我们的爱情到这儿刚刚好，剩不多也不少，还能忘掉。我应该可以把自己照顾好。我们的距离到这儿刚刚好，不够我们拥抱就挽回不了。用力爱过。 不该计较，是否要逼人起了家，亮出一条伤疤？不堪的根源在哪？可是感情会挣扎，没有别的办法，他劝你不如退下。 如果分手太复杂，流浪的歌手会放下吉他。故事要没必须藏着真话。天空有些暗了，暗的刚刚好，我难过的样子就没人看到。你别太在意我身上的。